在美国期间，你们就会一直看。不能说总统啊，他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，我们只能承认。OK， 我们台湾人，我们当然就要。你再总统，我们不接受采访了。你们有投票权吗？你们是有在他投票选出来的吗？他是不是选举？你们都看到了，不是我买票的。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吗？人民选，因为大陆是战争，你们台湾不一样，台湾就是腐败的政府。我们想知道说，你们是自动自发来的吗？我们全部自发来的。我今天看到新闻，台湾的外交部还是台湾的什么部门，说我们是什么总领馆，或者是说有人出200块钱，他的胡扯。我们所有的人昨天将近1200号人，都是自愿出来的，我们没有花一分钱出来，让他们至少不向台湾出来外交，用金钱收买任何国家政客。这是我们知道的，美国来到一次，蔡英文要花多少钱？上几百万的美金，满地做那个贿赂大家，他才能够来到美国过境的。我在这里81年来到这里，我在设计上服务将近30年，一路上看到，你去问。在亲台湾的所有的社团都是受台湾的恩惠，每一年都赞助几十万、过百万的一个美金。啊？您怎么会要总统开我的行程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以我的方法。明天还有一个。本来行程不也应该是公开的吗？不是吗？我跟你讲，台湾就是腐败的政府。他不是腐败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呢？所以您的意思是说，蔡总统在美国期间，你们就会一直看？不能说总统啊，他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，我们只能承认。OK， 不能说总统，我们台湾人，我们当然就要。你再总统，我们不接受采访了。对，好啊，他是民事的访问自己了。所以你们这几天都会一直不断的来看吗？明天我9点还在他门口。我们俩去了。明天9点，他9点半到10点半一定要去。我明天。看他怎么走，这个卖国贼啊，是几亿的人口不喜欢他、啊。他现在不是人还在里面吗？你他在里面了。但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离开了？啊？你们怎么现在就离开了？没意思，现在没意思。他不敢从这门口出来呀、啊，他敢从这门口进去吗？我请他不敢出来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忠告，民进党的当政要觉悟，回头是岸。我们都是黄皮肤、炎黄子孙，和平统一走在一起才是一个出路。你去看一下，对、蔡英文今年上台断了9个外交，看一下是多消失。做一个人用金钱去买的外交，不合算的。台湾的民众多辛苦啊！你们会不会觉得习近平坐太久？啊？我感觉习近平、李希外有的市民都是拥护我们习近平，就是他做一辈子，你们也都没有一辈子不一辈子。我现在是说第三任，他连任是我们十几亿的炎黄子孙，还有我们的大陆所有的市民拥戴他。你们有投票权吗？你们是拥戴他，你们投票权出来的吗？他是不是选举？你们都看到了。不是我买错的，是人民选出来的吗？人民选出来的，因为大陆是战争，跟你们台湾不一样，跟外面不一样。蔡英文有替台湾人想吗？不管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是黄皮肤。那你是台湾谁的同胞来到美国的呢？台湾同胞也是我们中国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回中国？我们希望我们那个中，希望是美好，台湾友好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回中国？蔡英文给你多少钱来纽约的？你住的酒店是蔡英文报销的吗？有多少？我是来工作的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你是他公司的对吗？带节奏你们太远了。你不是来30年我们不想小小一个，你可以选择找到全世界的这个鸡犬不留。我们中美友好，台湾友好。台湾永远是中国的，这跑不掉了。我们是福建人，台湾离福建很近的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长的皮肤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对大家都没有利的。OK，、谢谢。啊。
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台湾是不是你 OK 啊？所以没有两百，保重我们，大家都保重。OK， 没有两百，有没有三百？不忙，感谢台湾同胞啊！你们自己要付出。我请问，你才衣不容辞，不像你哪里来的 ？So sorry， 什么两百？很遗憾。我刚才跟你讲过了，你这个新闻哪里来的两百？你给我两百，你一个月工资。讲话不要这么近好不好？讲话不要这样子，讲话不要这样子，麻烦保持距离，麻烦保持距离。讲话距离，保持距离。不要拖了哈。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回家。我们都是环评。我回家，我在台湾。回台湾。赶快回家。马来西亚还是黄皮肤啊？新加坡也是黄皮肤啊！拜拜，不见！两百，再见！我交你钱了，完了，完了。